八极拳，发源于河北省沧县东南乡，离城70华里一带的村镇，此一地带俗名便叫八极窝。八极拳源起于何年代？由于年代渊远，已无从考据起。然而此拳演练起来具有直实古朴、简明实用的特殊风味，是为一脉流传久远的古拳。明戚继光所著《绩效新书》中所记载的八极拳，便是古时八极拳的土名。由于八极拳的名字比较粗俗，清康熙年间由吴中改名为八极拳而正式定名。古有美言：八极参披挂，神鬼都害怕；披挂参八极，英雄探莫及。八极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。八极拳术是以小八极变奇技，大八极似奇术，六大开即奇异，复以八大式八极连环拳为之制练，是为中国武术之中别具风格的名拳之一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能在中国武术名拳录的时间里跟大家见面了。在前面的节目里，我们已经介绍过八极拳系列里的大八极与小八极这两套拳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接着介绍入门的第三套拳八极连环。首先让我们先欣赏一下这套八极连环，体会一下这套拳录不同的风貌跟打法。八极拳术之中素有以八极连环拳为之制练之说，而一般学习完小八极与大八极之后，便会以八极连环作为第三套练习套路。由于八极连环着重于靠法与短进上，所以在练习之初较为困难。然而靠法与短进正是这套八极连环的特殊风格。先以轻松的姿势站立，双手握拳抱腰，完成预备动作。第一式，线肘起式，双手向外撩开，圈回胸前呈双线肘放定，双腿屈膝向下蹲下呈并步站立，右手向右平撩，
完成起势动作。第二式，撩阴掌，左脚向左踏出，弓箭步站定，双手画掌，左手上架，右手持向下挑顶，击向敌人下盘部位。第三式，扁转脚，首先将右脚向前抬起，呈线蹄步站立，右手上撩，曲肘护住面额右方，左手下风护住右肘下方，接着右腿向前蹬向敌人膝盖部位，同时右手上风，左手下压，连削带打，手脚齐发。第四式，挑肘，身体向右转，右手画肘内扣，收回右脚向下跺步，顺势左脚标前呈马步站定，借着标进之势挑出左肘，左挑肘紧贴面额，右手反钻拳则击向右方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一起练习。练完了这一段，让我们把腿架高起来耗腿，一面轻拍大腿的内侧，让肌肉松弛一下。好，各位朋友们，请继续保持耗腿的动作，同时仔细地回忆一下刚才练习过的招式。第五式，右南锤，左手内圈再向前封出，顺势拉起左脚，将左脚原地跺步，上右步标进呈马步站定，拉回左手，右拳击向左斜方。第六式，左南拳，右手内圈再向前封出，顺势拉起右脚，右脚原地跺步，上左步标进呈马步站定，拉回右手，左拳击向右斜方。第七式，右绷手，撩左手成封面掌，右手向前甩出，顺势将左脚拉起，左脚原地跺步，转身向左，右手顺势带回左背内侧，上右步标进呈马步站定，右手反掌向前绷出。
第八式左崩手，撩右手成封面掌，左手向前甩出，顺势将右脚拉起，右脚原地踱步转身向右，左手顺势带回右背内侧，上左步标进成马步站定，左手反掌向前崩出。第九式迎面掌，拉回左手以风掌护住胸前，上左步呈弓箭步站定，右掌顺势向前挤出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一起练习。十式左腋掌，上身不动，右掌原地下勾，右勾手同时右脚上前靠向左脚旁，上部的右脚以丁字步站立，全身向后拉回，退右步成马步站定，右手上架，左掌前撑。第十一式转身插肚，上身不动，向左弯下，上右步与左脚前踱步，左脚顺势偷步向前，身体随着步伐向左转身，双脚原地左转成马步站定，身体顺势拉正，以架撑手击出。第十二式左踏掌，右手原地翻掌，左手前穿，拉回右脚，原地踱步转身，左脚踏前呈马步站定，左掌紧贴右背向下撑出。第十三式右冲拳，将左脚向后抽回，左掌顺势翻上，跺左脚上右脚呈马步站定，拉回左手，右拳顺势向前击出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一起练习。
第14式反撩阴。首先将右手画掌向前横切，左脚顺势向后偷步，右掌顺势向下反拍。第15式挂烫，全身向后微倒，退右步呈弓箭步站定，双手顺势以踩压手击出。挂踏是一招连摔带打的招式，所以右腿必须向后斜扫，而踩压手则应该向前下方撑打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一起练习。第16式转身脱窗，拉回右脚原地踱步转身，顺势以双托掌向右甩出，上左脚呈虚步站定，双托掌平甩至身前不动。第17式根部插肚，左脚收回向上撩起，上左步身体向前冲出，双掌原地翻掌蓄劲，双脚落地呈坐虎式站定，双掌向前下方撑出。第18式虎拨，左手回撩，双手呈十字手立于胸前，左脚收回向上撩起，上左步全身向前冲出，双掌原地向外翻掌蓄劲，双脚落地呈坐虎式站定，双掌向前压出，击向敌人面部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一起练习。19式落步掌，身体右转，右手顺势下撩，左手下风，右手上亮，接着迅速回身，同时收回左脚呈虚步站定。第20式转身插肚，身体向左顺转，右脚上步至左脚前方跺下，顺着转身之势左手回撩，退左步呈马步站定，顺势左手拉回上架，右掌击出。第21式反撩阴，将右手画掌向前横切，左脚顺势向后偷步，右掌顺势向下反拍。第22式挂踏，右脚向后抽，身体向后微倒，退右步呈弓箭步站定，双手顺势以踩压手击出。
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，一起练习。23式千斤坠，收回右脚至左膝旁站定，身体右转，双手向上圈出，跺右脚上左脚呈虚步站定，双手顺势向下切落。第24式紧身靠，右脚抽回，身体向左斜靠，上左步标前呈马步站定，顺势上身冲出，以左肩向敌人方向靠出。第25式崩撩掌，原地跳步，依然呈马步站定，同时将左手收回胸前，呈十字手蓄劲，随绕步之势，左掌前崩，右手护挡。第26式贴山靠，收回左脚至右膝旁站定，身体左转，双手向上圈出，左脚原地踱步转身，身体向左顺转，双手向左反撩，上右步标前呈马步站定，全身向右冲出，以右肩顶向敌人方向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，一起练习。第27式舍身下势，身体左转，双手呈十字拳护住胸前，身体向下坐，呈虎虎步站定，顺势右拳回抽，左拳向前反拳钻出。第28式直挡锤，上右步呈并步站立，顺上步之势，右钻拳向前打出，左手化掌封住胸前。第29式左撑掌，上左步标劲呈马式站定，左掌顺势向前撑出，左手拉回上架。第30式左钻锤，先将左脚抽回至右脚旁，踏出左步标劲呈弓步站定，上身不变，将左掌原地翻掌，顺势击出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，一起练习。
31式，右抛锤，将左脚抽回，原地踱步转身，上右脚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收回左手，右拳由下向上击出。第32式，顶心肘，双手上撩，全身拉起成独立步，上右步标前，右肘向前顶出。第33式，穿身靠，收右脚，原地踱步，上左脚呈弓箭步站定，左手顺势以风撩手斜分而出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一起练习。34式，蝎子脚，右脚与右手同时收回成独立步站定，以蝎子脚向右踢向敌人中盘。第35式，落步反砸，右步向前踏下成马步站定，右手顺势向右以圈砸拳击出。第36式，偷心拳，右拳化掌，原地翻手向前封住，抽回右脚，原地踱步，左脚顺势向前飙进成马步站定，顺势拉回右肘，左拳向前击向敌人心口部位。第37式，收势，右手向右圈上，两手顺势圈回胸口，再向下推出，身体慢慢站起。接下来我们将招式连贯起来一起练习。真快，八极拳入门3道拳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毕了，希望大家要多加的练习。在往后的节目里，我们将陆续的为各位朋友们介绍螳螂拳自然本门套路、少林拳长拳套路、花滑茶炮4大名拳套路、18般武艺各种长短兵器套路，欢迎你们继续的观赏。我们下次中国武术名拳录节目再见。